佩服，就是如果真的就是以前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工作环境，如果要唱歌的话，可能我现在已经我们这些年轻人看都没有办法。然后就唱个歌，然后再继续做事情。看一下我们现在都满头大汗，对，很累。接下来呢是胜利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歌被 solo 的时间，可是不是所有人都 solo， 就是我们的男性，男性举手一下。刚刚有 solo 的时间，他们忘记了。大家可以留在后面的时候 solo。好，那。因为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演出的，表演的男生就是没有很多，没有关系，不代表非常熟的男生很熟，每一个其实都很帅啊，可能有到场的还躲在后面害羞这样。然后等一下呢，这个胜利凯旋哥呢，由我们就是歌谣队男生代表来为大，就是表那个演唱给大家听这样。难得，我们终于到前面了，后面还要。上了场地，摇滚区，摇滚区。台风。他们的皮带是国小的。哎，这是 HMM 的。带来这首是，就是啊，这首歌主要是在我们卑南族的大家知道大猎季嘛，就是男生要就是出去，在以前的时代是猎，就是去猎人家，去猎敌人的头这样子。然后在凯旋回来的时候，在部落里面人会欢迎男生回来的一首歌，但是现在当然不是猎人了，但是就是出去就是猎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。可能是对啊，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。好，带来这首凯旋歌，谢谢。Thank you.